喝点，妈妈她现在会说谢谢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去去行不行？爸爸工厂是木头的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。在新油有舵，在我们老家没有舵。他看看灯，对呀，他不要又说这个。太奇怪了，你那还你没得钱了，你有的钱在哪？真能真能解，那靠到对吧？爸爸说的这么多好，现在妈妈一句看见。怎么样？嗯，再谈。我们现在去别的超市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打开太麻烦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老孔，你们看，这个打开钥匙这样子的，哇，太麻烦了。打开。但是这个可以说一点好看，是不是？印尼话的叫山路。这是啥？里面是山路的。山路。外面是印尼话。爸爸，这个你看一下。那不会太大。啊，这个太大。啊，我们要多少？要小一点，那个不能占太大地方。啊，因为那边有两个门。就外面这两块板是用山硬山木，这边都是山木。两米的这个也可以啊，再给你介绍一下，你不然你找不到两米的，我跟你说，来。啊，在中国买东西笑死我。这是梧桐加山木，这个挺好的。我说贴皮的，哪里是贴皮的？爸爸都知道。好的，要不要去新油看一下？现在就去看看了，我看抖音里边画出来挺好看，过去了没有？不是因为妈妈，因为要你知道，不是去一个超市，要去两个、三个，你知道？现在这个季节买多布，三月份的时候，我们春天比较便宜。对。现在结果的多。这个我没来。啊，在这里妈妈没有来，这个应该是贵啊。这么的这里，这个应该是很贵，因为我听爸爸的声音。哇，这个好看的。上来再来哦。这是真的鸡饭，这些小乌龟啊，金黄鱼，干鱼。这是哪种的？这个多少钱？8200。啊，8200。哦，哇，你这个很贵。很贵。对呀、啊。但是也很好看的，而且你这个朋友我也特别爱听。谢谢。他就不让我那个跟他后面，为什么？他就太磨叽，想买什么看好了就买。爸爸，你认识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喜欢快点买，因为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去别的超市。到了第四个了，超市。这第一种，搞了应该还是来。今天这个球，球，我递给你这个球。这个有点宽，宽什么意思？宽我的宽啊，你那个啊，我明白起来。对，这个能力量哈。因为差不多都一天多，我就在广东那边直接拿回来，挺便宜的。他说那个什么价里特别便宜，不要买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要你在他的店买。啊，我买给你们买那个床铺，纯白蜡的。啊。纯实木的，才人运费加起来拿回来6000多块钱。哦。再加的都得6000-7000。6000-7000，对呀、啊，很贵呀、啊。我说要多买一个，他说哎呀，那价里很便宜。两个人再研究一下，看一下。衣柜到了，妈妈快点，
肿不肿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我不是老。美女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开心。好，很好。美女，为什么你在家戴两个口罩？两个两个两个了。爸爸放在这里，妈妈收在这里。以前妈妈做这个房子好好看，到给我和签名一个好看的衣柜。对，妈妈都没有衣柜。我不着急，为了你们联系呢，屋里有衣柜有用货，我老来我随便挂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不是我拍视频的，这个婆婆是非常非常好。为什么我都没有找到婆婆？因为我都叫你妈妈，是不是？我没有什么叫你妹什么别的，是不是一个妈妈？因为我都想这个是我中国的妈妈，她这个对我很好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对我知道，不要谢谢，我不知道。我这个我有我母米。他现在很喜欢我抱的，很喜欢，但是他的心软一点。我来，你还挺棒，跟你抱的太邪了。你看我都抱你了。我现在和妈妈来有个朋友，以前妈妈没有是这样子的，很和我热，我抱她她不喜欢。现在妈妈来喜欢，是不是妈妈你现在喜欢？不是，现在可以说现在抱人。我喜欢抱你，不是抱人，抱的我抱那个男人，不是我抱你。重不重？很重。妈妈快这个妈妈太重啊。对，这个的话快点可以放，是不是？这个你知道要放哪里？对，放前面那边一点。对对，没关系，但是那个没关系，很重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你们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也太重了，太重，是不是？慢点。然后呢？我又怕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子。可以吗？我下去喝个水，不用开心。还有事情，走了。说妈妈她就砍了，我在这里现在都不好了。来，你可以开心。去洗不洗？上菜。不要，等一下，我在这里有粉，我冷。帮你擦，谢谢。何姐，妈妈她现在会说谢谢。我的汉语现在是什么？很厉害，没事。什么很厉害？有毛病说一样。没事，现在大家都明白。明白有毛病的。现在我洗柜好了，现在我看看我要这个味道出来，因为现在这个是新的，对，因为这个味道，然后我要把衣服都好，不用担心。